欢迎来到罗格斯大学。这栋类似于 CCTV 大楼的建筑呢，就是我们的罗格斯商学院了。它是2013年秋季启用的，所以它现在已经两岁了。而明年罗格斯大学也即将迎来它250岁的生日。接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张云倩，在这里大家都叫我 Rachel， 我是一名罗格斯商学院大四的学生，我的专业是会计、金融以及商业分析及信息技术。三个专业看起来有一点担心，但是只要课程安排得合理，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我们商学院的一个巨型的楼梯，中间那一层呢叫 MZ 层，这里会有学习中心啊，以及那边的电脑室。再往上一层是我们的二楼，那里会有一些开放式的活动，学习活动空间。然后，大概是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去二楼看一看那里的学习活动空间。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组活动室了。你可以通过商学院的预约系统来预约到这样一间房间，给你的小伙伴们和组员们一个非常安静和私密的学习空间。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屏幕，你可以通过你的电脑和屏幕相连接去做一些模拟的 presentation。除此以外，这间房间是一间声控的房间，如果你忘记随手关灯了也没有事情，你离开之后灯会自己熄灭。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二楼的学生活动中心吧。这里就是商学院为学生提供的在二楼的开放式的学习空间了。这里有沙发、小组讨论区、普通桌椅及高脚凳。同时呢，商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充电插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电脑没电了。除此以外，商学院考虑到我们的学生可能需要更为安静和私密的小组活动空间，特地为学生提供了网上预约系统，你只要输入你的 Net ID 和密码就可以自由预约商学院内21间房间作为你的小组活动空间，高效省时省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这间教室呢，就是我们商学院众多教室中的其中一间。这间教室呢，有着很漂亮的装潢，也会有着先进的科技。但是这间教室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教授在这间教室中可以被录像下来。如果你错过了这一堂课，没有关系，可以去网上寻找这门课的录像，然后把它再重新温故一遍。所以不用担心你错过了一门课，错过了一堂课的知识。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那边 MBA 学生的活动中心吧。这里就是 MBA 学生的学习空间了。研究生们呢，在这一个大厅里可以进行小组讨论，同时它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而在左手边呢，会有厨房，右手边会有私密的壁橱。同时 MBA 项目呢，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视的一点。MBA 项目被Bloomberg 誉为第9名的项目，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骄傲的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5楼的学生活动中心看一看。这里就是5楼的学生活动中心，可以和2楼那个相媲美哦。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 Livingston 校区的景色，学生可以在这里自由活动，空间呢非常非常的舒适。同时，在5楼我们也会有一个交易室，在那里老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一些金融市场的研究及分析。同时，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些国家股票的交易平台，让我们学生将实践与课堂相结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风景吧。看看这里，今天阳光非常非常的明媚。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商学院为学生提供的开放式电脑室。商学院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 Bloomberg 的数据平台，学生可以自由查阅任何 Bloomberg 的信息。在我的身后呢，就是 Livingston 新修建的公寓楼，在那里会有电影院、星巴克以及各式各样的餐厅。而在远处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能电板了。我们商学院，我们是Livingston 校区所有的停车场都是由太阳能电板搭建的，收集太阳能，用于电力，做到了节能与减排。
同时在远处呢，我们还有，你可以看到一个自由之塔，我们也叫它 Freedom Tower。我们 Livingston 校区距离纽约市只有50分钟的车程，这50分钟的车程意味着商学院的学生想寻找在纽约市的工作机会是非常非常容易和方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院长办公室。这里就是院长办公室了，而这间会议室呢，也是一间非常非常特殊的会议室，因为这里商学院会跟执行官以及杰出的商业领域校友进行见面及会谈哦。他们有的时候会进行远程的电话会议，而我们卢克斯商学院非常非常杰出的校友呢，有高盛集团的首席财政官 Harvey Schwartz， 以及雅芳化妆品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除此以外，商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了非常非常有效的就业办。就业办呢，意味着就学生可以接触到很多实习以及全职的机会，学生就会开拓他们的视野，以及接触到真正的商业社会。好，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另外一间演讲室。现在呢，我们就到达了这个 B 楼，而在这个演讲厅之中呢，我们举办过很多很多重要的活动，例如女性领导力发展计划、校友指导计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活动。在这里呢，学生们可以围着小桌子进行小组讨论，而很多时候呢，许多团体会选择在这里举行一些晚宴以及颁奖仪式。学生们在这里呢，可以有着很多很多愉快的时光，跟他们的同学、伙伴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校友们，差不多今天的行程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罗格斯商学院很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查看更多的信息。如果你可以亲自来罗格斯这里看一看呢，那就更好了。罗格斯欢迎你，我们在这里等着你。